三月底大财到，四月升职做官，喜事连连的生效，接连三个月的喜事会让人觉得生活充满希望，自己也不会是个一直失败的人。今年三月到四月，好运气会眷顾哪生肖朋友呢？一起来看看都是谁吧。生肖狗，属狗人善于智谋，让人难以捉摸他们的真正想法，他们总是散发出一种神秘的氛围，令人眼前一亮。在三月份，属狗的人事业有所成就，能够成功创造财富，他们在工作上十分坚强自信，高贵不凡的气质让他们引人注目，因此在职场上一定能够顺心如意。三月二十六日，属狗人的运势开始上升，他们能够经营好自己的事业，财富源源不断的累积，更是日益增长。今年对属狗的人来说，是财运极旺之年。从三月底开始，他们就已经踏上了事业的成功之路。他们待人厚道，讲究诚信，因此事业和财富之路都十分明朗，前途一片光明。身边有很多信任和支持自己的贵人，他们也能够不断学习，掌握更多，让自己的生活充满进步的希望。从三月到四月，都将有数不清的正财横财降临，属狗人能够悄悄地富起来，且能守住财富。狗年出生的人天生聪明，即使遭遇困难也能逆转乾坤。三月二十六日，他们的官禄宫得到天台福星的庇佑，好运伴随而来，有望解决过去财运不佳、运势欠佳的问题。大喜事接二连三，财富不断增长，勤奋尽职、智慧灵活的属狗人可以获得财神的眷顾，不仅工作中有机会升职加薪，获得上级的赞扬和肯定，还有可能获得额外的收益和奖励。属狗人进入三月后，好运不断，财富源源不断，财运进一步提高。他们闲暇时爱八卦，天性憨厚老实，待人谦逊，思想境界十分高。生肖鸡，属鸡人聪明善解人意，不仅有机敏的头脑和挑球的聪慧，待人接物也非常谨慎，办事得当。他们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得特别圆满，真诚地对待他人，得到贵人的支持。从三月二十六日开始，属鸡人将迎来财神的到来，会得到贵人的协助和朋友的帮助，不仅财运旺盛，更有大喜事即将到来。只要认真努力，一定会有双喜临门，财源滚滚而来。属鸡人将迎来职场上的重大转折，从三月二十六日开始有非常好的机会，得到贵人的支持和热心帮助，这将是他们收获翻倍、财运不断上涨的一年。2023年终究是一个丰收的吉年，属鸡人将带助家人享受幸福生活，家庭和事业都将兴旺发达。尽管属鸡人平时不太喜欢说话或表达自己的态度，但他们非常认真和热情，只要接触过他们，就会发现他们性格上的闪光点，觉得他们是靠谱而值得信赖的人。到了2023年3月底，属鸡人将会迎来财运的大幅提升，小财开始变多，大财也逐渐来到。到了三月，已经有了一定的家底，四月则会在事业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，成为管理层的一员，因此生活条件显改善，日子过得非常愉快。属鸡人乐于助人，与人为善，团结同事，关爱亲人，体贴入微，善于理解，待朋友如同待家人一般，真诚而热情。从三月二十六日开始，属鸡人的运势将会越来越好，大喜事不断，鸿运当头，财运节节攀升。抓住好运，挣得越多，积蓄也就越多，属鸡人会拥有贵人运，商谈合作顺利，金钱大旺，一生中不会缺少贵人的指点
和事业上的迷津，未来家庭富裕，诸事顺心。未来属鸡人将变得富有。生肖马，属于马的人非常实在和真诚，他们的个性和马一样，因此通常不太赚钱，以前的运势也不是很好，甚至一直需要用钱但不够用。从3月26日开始，属马人会进入偏财的运势，这个运势非常强大，福气财气普遍，能够得到财神的庇佑，偏财会持续涌来，同时他们的生活也会逐渐好转，无论做什么都会顺利。而且在3月26日，属马人还有一个发大财的好时机，如果能把握住，就很可能成为亿万富翁。在2023年，属马人的生活状态从3月底开始好转，他们学会了如何忍耐和坚持，面对困难也不会陷入困境。到了3月底，小机会开始涌现，小财增多，总收入也增加了不少。属马的人能够站稳脚跟，成就事业，更能够解决困难。到了3月4月，收入仍在持续攀升，家大业大，财大气粗，让大家对自己刮目相看。生肖马的一大特点是自主创新，追求完美独一无二的生活，个人意识非常强烈。从3月26日开始，他们的运势飙升，横财大发，事业有成，还会迎来喜天贵子，生活开始变得富足。属马的人在3月26日的命宫得到福财吉星映照，属马的朋友做事事半功倍，对钱财敏锐，财运大吉，加上他们有很强的经济头脑，凭借自己的能力收获满满。生肖马的吉星照耀，未来三个月偏财大旺，大奖不断，横财如雨，生肖马从此脱离困境。但是属马的朋友不要急于求成，相信付出就会有回报。生肖兔，兔年生肖的人以其坚韧不屈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而称，且精力充沛，勇于迎接挑战。由于祖先生活困苦，所以到了中老年后，生肖为兔的人将依靠自身的毅力和精神实质，最终实现成家立业的目标。在3月26日之前，属兔人的鸿运旺盛，会遇到许多机会，有机会再次发展。未来十天，他们的运势将会逆转，大喜事层出不穷，偏财运持续，十有八九会成为富商。生肖为兔的人运势强劲，如果抓住机会，财源广进，钱财多得数不清。生肖为兔的人凭借自身的才华和努力，事业有成，运势红火，并且会持续收到好消息和贵人相助。在如今天时地利人和的时代，他们能够获得大量的财富。3月26日之后，他们将会得到贵人的帮助，所有的苦难变为福祉，不管是偏财还是正财，都将持续不断的涌现，事业运也达到高峰，工资也会上涨。此外，虽然属兔的人的工作确实非常辛苦，但只要更加坚持不懈，更加勤奋，等到时机成熟，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收获，财富源源不断的涌入袋中。如果能够把握住最佳时机，财气将会一路飙升，财富将不断增加。生肖属兔的人是非常可交的朋友，他们的诚实守信无人能比，对待朋友也非常认真，这一点非常难得。从3月26日开始，财气非常充沛，一发不可收拾，鸿运旺盛，财源广进，是赚钱的最佳时机，财富会愈来愈多，收获丰硕。再加上贵人的支持和朋友的认真使用，他们的事业会持续发展壮大，尤其是在3月26日之后，属兔人还会得到财神爷的帮助，事业将持续提升，
主要工作业绩也会节节攀升，业务流程会有巨大的扩展。